植物大作战！哎，大嘴，嘿嘿，这次又轮到谁了呀？嘿嘿，不爱，除了我还能是谁呀？为什么又是我呀？没听到小娃唱歌就算了，居然还要受惩罚，我这也太惨了吧！小娃真漂亮。大嘴，别灰心啊，我有机会听到的啦。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期的惩罚吧。小蛙姐的惩罚，下期只能说一个字。这惩罚未免也太狠了吧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小蛙，这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。要不你现在求求我，我还能让让你？小蛙真漂亮。求你，大嘴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是谁受惩罚的几率更高一些啊？某人现在还在受着惩罚呢。造孽！老大的惩罚，小鬼头只会老大做一件事。让小鬼头想想，让老大做什么好呢？小鬼头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小娃真漂亮。大嘴，你现在的自由权可掌握在小鬼头手里了。小鬼头上位成功。本期素材来源于这位粉丝的评论，感谢。素材略有修改，本期主题为炸弹与科技。植物阵营有西瓜迫击炮、寒冰西瓜迫击炮、恶魔西瓜迫击炮、榴莲迫击炮。僵尸阵营有微科技压制者、微科技堡垒机器人、微科技护盾机器人、微科技悬浮机器人。咋的？这是两大家族要开 party 吗？老大，这次你先选。算你小鬼头有点良心，上次那顿没白打。怎么，大嘴，你又欺负小鬼头啦？小娃姐，你这可要好好帮帮我，小鬼头现在头还疼着呢。小鬼头，我哪打你的头了？你可不能害我啊！鬼儿子当了个肺炎不干净。好了好了，开始选阵容吧。我先来个恶魔西瓜迫击炮，附加诅咒，减掉小娃你的防御。嘿嘿嘿，小娃真漂亮。我来个寒冰西瓜迫击炮，这也不差的嘞。接下来是西瓜迫击炮，小娃真漂亮。最后的榴莲迫击炮归我了。下面是选僵尸环节，小娃姐先选吧。那就我当然要拿最科技堡垒机器人啊，超高爆炸伤害，一下就把大嘴干翻。那我拿最科技悬浮机器人好了，小娃真漂亮。再来个剑科技护盾机器人，我这阵容已经无敌了呀。小娃别得意，最后的 Z 科技压制者机器人归我了，小娃真漂亮。下面是增益时间，本期随机事件如下：一，护盾失灵了， Z 科技护盾机器人护盾消失；二，冰化了，寒冰西瓜迫击炮变成普通西瓜迫击炮；三，进化，恶魔西瓜迫击炮变成普通西瓜迫击炮；四，空调出现了，普通西瓜迫击炮变成寒冰西瓜迫击炮，榴莲迫击炮变成西瓜迫击炮；五，巨大化， Z 科技压制者机器人变成 Z 科技堡垒机器人；六，缩小化， Z 科技堡垒机器人变成 Z 科技压制者机器人。大嘴，这次我先来。五，巨大化， Z 科技压制者机器人变成 Z 科技堡垒机器人。糟糕，怎么会这样？感谢小娃送来的升级版机器人，下面该我了，幸运女神显灵。四，空调出现了，普通西瓜迫击炮变成寒冰西瓜迫击炮，榴莲迫击炮变成西瓜迫击炮。哎，今天真是幸运日啊，待会一定要再去买一张彩票去，小娃真漂亮。阵容选择完毕，战斗马上开始。看着阵容，小鬼头还真看不出谁会获胜，各位小老大们觉得呢？悬浮机器人和护盾机器人居然一开场就没了，这战斗也太快了吧！那么小老大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小老大们在评论区踊跃投稿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！